4毫米直径的小绳就能轻松拉起近300斤的重物，相同质量下强度是钢的15倍。用它做成的袜子可以当鞋穿，这就是一种被称为迪尼玛的纤维材料。迪尼玛是一种专有的聚乙烯纤维，由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制成，以最小的重量提供最大的强度，也是人类目前能合成的最高强度的纤维。与其他纤维相比，迪尼玛纤维具有超长的分子链，在同等质量下具有更高的抗拉强度，而同等抗拉强度下则质量更轻。相同质量下的迪尼玛纤维抗拉强度是钢的15倍，其能有效抵御潮湿、紫外光和化学试剂的侵蚀。有人用迪尼玛纤维制成了5指鞋袜，穿着它翻山越岭都不怕，手感非常自然，类似于羊毛袜，在很多方面感觉与粗糙的砂纸非常相似。这种脚趾袜的设计就像穿在我们脚上的手套一样，在袜子底部均匀分布有微小的凸起，有助于在湿滑的表面上提供更好的抓地力，具有很好的弹性和透气性，可以防止擦伤和割伤。由于迪尼玛纤维有如此优异的性能，因此在很多场景下甚至可以用它来代替钢缆来使用。